叫人啊，就叫弄来嘛，好吧？那你300块就好了。你这边也没有调不了哦。有啊。300。鸭子怎么卖没有？鸭子买一份300块。好的吧。还可以下班，是不是想下班？欢迎你来，还是早点走吧。没有，我那个是要放这个的。啊，收一下黑啊！小弟啊，黑啊，你敢买？300块。哦，漂亮的。多了，多了，300块。三百。哎，这边啥啥子便宜了？无聊无聊，这边无聊无聊。我准备收了不？来300。啊，多少钱？多少钱？多了，没了。